朋友们，下面呢，我来临写一下九声宫里边的第一个字“九”，两笔啊，非常简单。撇起笔呢，先横切一下，然后呢，往左撇出。横往上斜，然后呢，挑起。折，弯，这是九的写法。这个撇和横着弯钩这一段距离是几乎是平行的，啊，这段就是平的，平行的。就是说，我们写的横折弯钩不要往下，而是往左下偏，然后呢，拐过来以后，啊，再往上出钩。整个字来说是左低右高，左低右高，啊，横向的往上倾斜。因为欧阳询这个九成宫呢，这个九啊，不是一种写法啊，下面还有九的写法。写法不大一样，啊，但呢，整个造型还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它写的字也是千姿百态啊，但是呢，每个字都把握的恰到好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九呢就介绍到这里。我用的毛笔呢，可以在视频下边有个视频推荐，或者是在我主页有个橱窗啊，在橱窗里面呢就能找到我用的这款毛笔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